的时空没有一句，哎呦，没有一句话说清，说清楚你离开的原因。没关系。尝尝尝，为何你独自偷吃了仙丹，飞上了月球，离开了我？就是因为你射了那整个太阳，我觉得是个残暴的皇帝，所以我一定要离开你。哦不！这一次，我一定会洗心革面，带给你们各位满满的大平台，大平台，大平台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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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台。强强，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老公，你的存款数字到底有多少？ 5 4 3 2 1，不多也不少，刚刚好。没有打断，没有打断，不要搞笑了。我第一，对对对，第一把原谅他，我打了。自己的老公下不了手，是力是力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二道题目，结婚之前你究竟交过几位女朋友？ 5 4，人生头啊，还要想那么久？七个。哦，算得出来哎，七个，你跟我说三个。你送我三个啊？我什么时候说三个？他没有骗你。三个，高飞。不不，你听宪哥说，我宪哥绝对不会骗你嘛，好不好？就他没有骗你了，真的。37个。他给多了，厉害哦。因为从年轻到现在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免惊，要这么惊，有神经啊，有人质在我们手里的，他跑掉了。我看才73个嘛，毛巾。哦，对啊。对，金山千人斩，对，37个。好，下面一道题目很严厉哦，请出题。哇塞，你有没有曾经对我的某一位好闺蜜起过色心？简单啊，这个不能答，这个不能答。哎呦 ，one， 没有啊。没有，没有，这个打了家庭革命的，因为她的闺蜜那些，先跟你听听看，你觉得你会起色？怎么？不要原谅，不要先听，不要先听有哪些？你的闺蜜，闺蜜有差别？你的闺蜜，黄小柔啦，张琪慧啦，窦琪慧，陈柏爷啊，对呀，还有康康哥的太太，两个康康哥的太太，对呀，阿龙就叫我秀慧姐，有啦，有一个，有一个开艳丽的啦。彩花姐啊，对对对对，那你这边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对啊，给他过了，给他过了，你无讲白差啦，来，我接好，我接讲较久哈，来下一道题目，下一道题目是出题，最近最新版的背着我哪一次看过成人片？ 5 4 3偷看的时候，什么时候？
前天。看哪一片哪一片？成人版的鱿鱼游戏啊！最新的，最新的，有。赵哥，你看你是这个趣味的，趣味的啦，没啦。下面到底请出题。我妈，哪一点让你最看不过去？哦，真的好犀利，这个没有回答。好，我岳母太宠我女儿，她的孙女，宠孙。因为跟我的答案不是不是，因为跟我们不一样，因为我岳母现在还会，就是我女儿撒娇，她也要背她，合情合理，对，因为她大孙太宠她，因为我们平常会对她比较严格，比如说该补习、该看电视，不该吃饭、该那个写字的时候，就是比较规矩。那外婆就会在旁边说啊，没关系啦，慢慢来，休息一下。啊，不急啊，她那边在闹脾气，她说阿公阿妈都是半白脸呐。对呀，啊，帮她洗澡什么？我说阿妈不要这样，让她自己。婚前的时候，那个妈妈有一点不同意嫁给你，不同意，对。那因为现在会记恨吗？我会。我不会，岳母，我岳母现在以我为荣。当然啦，买到鸡优股啊。姑妈现在真的比较疼她，知道喜欢吃豆干呐，她把那个卖豆干所有的摊子，每一款豆干，生的、熟的、炸的、炖的、卤的，全部一趟买回来。我吓坏了，豆干大餐。不要给我一句话。哎呀，手软的，太软了，豆干重要，重要。来，下一道题，请出题。老公，我穿哪一款的睡衣最能够勾起你的欲火？哦，问题都好紧绷哦。Two, one， 我的 T 恤。哦，行家，行家，觉得穿那种什么蕾丝那一种，我都太刻意，太刻意了。好像要跳凤阳花鼓一样。